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95页最后一行，显锐正转分三段啊，经文分三段。第一段是法，分两个小段啊，第一个小段放光普照，请看经文。作事于是，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，普照一切诸佛世界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处也许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我土道士就是释迦牟尼佛，正坐于是啊，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彼土如来掌放光明，彼土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佛是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在掌中放光，普照一切诸佛世界。这是显示释迦牟尼佛劝我们要知道求生净土比什么都重要。在释迦牟尼佛的国土，在一切诸佛的刹土修行成佛都不容易，要很长的时间，生生世世接着干啊，当然很辛苦，佛说法说到这个地方，
佛劝大家，你们想不想见极乐世界？想不想见阿弥陀佛？如果想见，一心称念，这是感；一心向往，称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会现身。你就能看到这是什么道理。理明白了，我们就能接受，就能相信。道理是一心，一心心里面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事出世间通通放下了，清净心现前，跟佛就感应到脚了。因为极乐世界清净平等处，我们跟这个经题能相应，这是能感。佛菩萨现身是因，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佛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掌中放光，光中显现出一切诸佛的刹土，就是诸佛世界。啊，诸佛世界让你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就像在眼前，这个一旬呢，就是八尺。啊，你看阿弥陀佛，光中现十方诸佛刹土，距离不到一丈，那就在眼前。古时候人难懂，现在的人容易啊？为什么呢？现在的人，科学家也会放光，也让我们在小小的范围之内，这个荧幕上看到整个地球。我们用机器创造出荧幕的光，那光中能看到全世界的信息。佛的光不是用机器成就的，掌中放光，佛头顶放光，不要好放光，啊，全身都能放光，啊，掌中放光是说法。虽然没说话，话释迦牟尼佛代说了，阿弥陀佛
来给我们做证明。百闻不如一见呐、我们把念老的注解念一遍啊，摩陀导师释迦牟尼佛正坐于是给我们讲经，介绍极乐世界，讲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彼土如来掌放光明，啊，正贤世尊劝我们往生，阿弥陀佛接引往生，两土两佛同心同德，佛光普照一切佛国，表弥陀普摄十方凡圣，悉令往生。应佛光加持，这一会的大众借鉴十方佛国，如在一旬，就是八尺啊，不到一丈，在面前你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明白，念佛见佛不稀奇。我们看往生传净土圣贤录，这里面所记载的大多数学佛多久呢？三五年，不是很长啊，就见到瑞相。所以他真信啊，真念佛了，真往生啊，阿弥陀佛来接他，甚至于有人一生见佛多次啊，我们净土宗的祖师东晋慧远大师建立念佛道场以后，被称为净土宗，他是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，在庐山建个念佛堂，东林念佛堂，现在叫东林寺啊。圆公大师在的时候不是寺，我们相信是很简单盖的几间房子啊，叫东宁念佛堂，在一起共修的120个人，人不多啊，个个往生，一个也没漏掉。圆公大师他在往生时候告诉大家，极乐世界他以前见过三次，现在又看到了，别人没看到，他看到了，告诉大家他往生的时候到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，过去见过三次，
从来没有受苦。往生这个时候才说出来，大众就向他问，你老人家见到是什么样子？他说，跟经上说的一模一样。那个时候，佛法来到中国不久，啊，虽然翻经没有间断，净宗的经典只有一种翻出来了，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《阿弥陀经》《观无量寿经》都没翻出来，所以东林念佛堂圆公大师创建途中，那个时候是一部经，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跟经上说的一样，那就是我们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一模一样。他见到了。历代祖师大德，这不用说了，念佛的同学最后没有一个不是佛来接引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见到阿弥陀佛带他走了，这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有一些念佛人在往生之前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很多人呢，不是两个三个，啊，不是欺骗人，现在有没有？有啊，而且很多啊。我常常听到，啊，常常遇到，海贤老和尚这个人住世的时间长，112岁才往生。啊，这个人的条件，他凭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？闲公老和尚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农民出身，啊，父母在家里是种田的。他从小也就下的夏天，啊，所以对于耕种他很内行，从小就学会了。20岁出家，师父欣赏他，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他确确实实是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啊，这六个字在贤公身上看到了。诸位记住，20岁的时候，啊，求出家。师父就给他剃度了，传戒老和尚。剃度之后，告诉他一句话：“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晚上睡觉。睡熟了，
佛号听，一行过来佛号就接上，念了多久呢？92年，不是普通人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，我有理由相信，他3年就念到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是念佛人都想得到的，得到功夫成片，往生就有把握了。这个成片就是打成一片，无论是白天是晚上，没有昼夜，除了睡眠之外，一切时一切处，无论干什么，心里的佛号不中断，这叫成片。成片跟阿弥陀佛就有感应，想见佛，佛就现身。什么时候？大多数是在梦中，或是在定中。定中是念佛人，他要盘腿面壁，坐在念佛堂，入定。我相信这个老和尚一生92年见佛，见西方极乐世界，次数肯定比圆工大师要多。圆工大师一生4次肯定超过10次，所以他跟西方世界很熟啊，跟阿弥陀佛多次见面的，见到阿弥陀佛就想往生，求阿弥陀佛带他去。这个信息他透出来了，多次见佛，多次请求，佛告诉他，你修得很好，修得很如法，多住几年，做个榜样，给佛门弟子看，特别是给念佛人看。所以，他住世那么久，他有使命，这就是弘法利生啊。他不是讲学，不是讲经，不是聚众在一起打佛七，不是这个。就是这一句佛号26时钟，一切时一切处他都能保持不中断。在寺庙里的他干什么？他种地。你看，还是老本行。不认识字，从来没有念过一部经，也没有听过一次讲演，
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念到功夫成片，我相信三年，再三五年，事宜心不乱，真苦了。事宜心不乱，相当于小乘阿罗汉，智慧开了，神通现前啊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俗命、神足，全具足了。但是从来没有表现过，这也是老师教的啊，前面给诸位报告了，老师只教一句阿弥陀佛，告诉他一直念下去，后面还有一句话，明白了不能乱说，不能说。什么叫明白了？开悟了，小悟、大悟、大彻大悟。他到大彻大悟，那个境界、智慧，跟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是平等的。啊，闲公老和尚生在这个时代不一样啊。尤其那个时候不能说，你说你神通也不是杀了你了，说你妖言惑众，所以明白了不说，偶尔也露一点。啊，但是一般人跟他住在一起，没有感觉到他有智慧，没有感觉到他有神通，他不说。2013年，今年是2017年。2013年1月，他天天在盼望，应该是阿弥陀佛跟他约定，你什么时候能看到一本书，我就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。所以他天天在等呢。大家都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，老和尚从来不读经，怎么可能有人送书本给他？不可能。他天天在想，信徒上山就看他，仔细观察有没有带书，带的什么书。这一天啊，2013年一月，真的有一个居士，老和尚的在家皈依弟子，常常看老和尚，给老和尚送一点吃的东西供养他啊，他那天真的带了一本书，
啊，老和尚看到了，问他：“你那带的什么书？”他告诉他：“这个书的名字叫《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产生》。”这有一本，就这本书。你们看，老和尚那张照片，他拿着这本书照相，老和尚欢天喜地，从来没有过，拿着这个穿袍大衣，主动要求大家给他照相，就这张照片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的愿了，来接他往生。第三天，他就走了。这位送书的居士到香港来看过我，我告诉他：“我说你错了，你看老和尚走了。”你要不送这个书，他还多住几年呢。他就等这本书了。啊，老和尚留在这个世间，众生有福报啊，那个地方少灾少难。老和尚走了不行啊，哪有那么大福报的人？所以应不应该什么的？不应该啊！不应该的时候，他可以在这世间再住个几年呢，几十年呢。这是事实啊。那么这本书让老和尚来做证明。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胜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出家人互相毁谤，佛法就已经消失了，灭了。要互相赞叹，家和万事兴。啊，老和尚来给这本书做证明。啊，我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他的用意我很清楚。啊，他的用意就是阿弥陀佛的用心。啊，佛来接引他，没有欺骗他。啊，老和尚真走了。遗憾的是，我们没有见过面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：持戒彻照。持戒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，这个太阳系，这个银河系，是我们居住的地方。我们看经文，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，于此世界所有黑山、血山、金刚、铁围、大小诸山、江河、丛林、天人宫殿，一切境界无不照见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，这个六道众生的轮回世界全找到了。啊，有没有六道？你亲眼可以看到，在佛光当中现前，我们肉眼看不到，天眼看到。啊，天眼有大有小，
教程出国须陀洹两个事实，六种神通两种出现了，天眼天耳啊，天眼可以透视我们这个房间外面，这是不是有墙壁给遮盖了，我们见不到了，天眼能见，没有障碍啊，天耳能听，再小的声音再远的声音他听得很清楚，啊，如果再升一级须陀洹出国，再升一级二国，又多两个神通，他心虚命，他心是别人起心动念，你知道动个什么念头，你晓得瞒不过你，啊，虚命知道过去式，阿罗汉知道过去五百世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过去一世也不知道，这个要相信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神通也是我们的本能，慧能大师说，自信本自具足，具足智慧，具足神通，具足等等，没有一样你不会啊。三国阿那含再提升一级，就神足通。神足通是飞行，快速。啊，我们今天坐飞机，从英国到香港，要十几个小时啊。神足通的一念就到了啊，你想到香港这个念头下去，人就到了，变化啊，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，小神通啊，微不足道啊，啊，三国阿那含他的飞行变化太大了，啊，比孙悟空高明多了，不能比啊。啊，四国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，永远超越啊，除非他愿意到六道里面来度众生，六道里头还有一些有缘的人还在这个里面受苦啊，他会来去度他，得度不得度，有缘没有缘都不是一生一世，生生世世的关系啊！啊，今天看到我就不忍，就不舒服，就有恼恨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你要问他什么原因？没有原因，我看他就讨厌。
有缘也不是没缘。过去生中在一起，我看他就讨厌他，所以这一生我们遇遇到了，他看到我就讨厌我，这一报还一报嘛，就这么个简单的事情。啊，虽然有来世，啊，印度人普遍相信有来世的占90%，就是九十。100个人当中90人相信有来世。啊，有来生就不敢随便起心动念的。啊，心里要想好事，别想坏事。啊，决定有果报。我们看华严老的注解。弥陀光明，光中即尊，随称殊胜。一切诸佛菩萨都有光明，阿弥陀佛第一，比诸佛的光明要大，要特别明显。啊，你看，极清净故。清净心流出来的，于此世界所有这些黑山、雪山、金刚铁围、大小诸山、江河丛林、天人宫殿，一切境界，佛经上常讲的，啊，我们没见到，可是在阿弥陀佛光明之中我们见到了。啊，念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。弥陀光明，光中极尊，故云殊胜。所以殊胜者，盖因极清净故。这一句话重要啊。我们的心不清净，有杂念，有妄想，啊，不知不觉有许许多多错误的念头，像泉水往外涌啊，从来没有一滴清净水流出来。啊，这是无量界的染污，有善有恶，有无记，无记说不上善恶，叫无记，这三大类。啊，故于此界娑婆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区，教化地区。啊，这个里面包括像我们星球这种世界，3000大千世界。啊，例如黑山，经上又叫黑林，山名，《西游记》慈门传，《西游记》是玄奘大师做的，慈恩是窥基大师，都讲到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。啊，这个我们知道，山顶常年积雪，所以称之雪山。还有金刚铁围，金刚铁围在佛光里面见到了，我们的肉眼没见到，望远镜也没发现。
啊，如是一切无不照见。佛光里都有。下面这一段是比喻。啊，也有两段经，前面都有第一段。譬如日出，明照世界，乃至泥泥，泥泥就是地狱，西苦幽冥之处，悉大开辟，皆同一色。注解里头说，这个这一段里头用太阳做比喻，日出暗消啊，黑暗就没有了，明照世界，太阳遍照大地啊，地面上它都找到了啊，但在佛光里面能够看到地狱。幽冥之处啊，这底下讲注解下面讲的幽冥之处指深谷极暗之地，乃至泥泥就是地狱，悉皆开辟明显，故云悉大开辟，且一切诸物皆同一色啊，一色观经说得清楚，悉皆金色啊，金在此地是比喻，无金里头金银铜铁锡，金为什么宝贵？宝贵它不变色啊，就是银铜铁锡，它会氧化，黄金不会，黄金永远不会生锈，不会变质，宝贵在这个地方啊，所以金色代表真实，银铜铁锡它有变化，金色不变，取这个意思。啊，一切诸物皆同一色，这一色就是金色。无量寿佛住立空中，观世音大势至，二大士势力左右，光明之盛不可拘见，百千阎浮檀金色不得为比。这是在佛光当中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观音世子，见到极乐世界，跟释迦牟尼佛在经上所说的一模一样，完全相同。弥陀这个视线给释迦佛做了证明，让释迦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，特别是凡夫弟子没有正果的，在佛光下面
讲得这么清楚，对于世尊所说的一切法深信不疑。佛教我们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所以佛怎么会说假话？哪有这种道理？让我们对佛所说的一些法要深信不疑，细心去体会。佛教导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方法非常简单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一个特殊的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。这个法门不需要断烦恼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证菩提，容易啊！可以说人人有份，人人都有把握，一生成就何不为之啊？哪一部经典，哪一个法门，这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要修戒定慧戒定慧是总纲领、总原则。涵盖一切法门啊，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、净土法门例外。它是个特殊的法门，为什么？一切法门靠自力，自己修行，断恶行善，邪妄正正，只有这个法门是佛力加持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我们这个世界本是释迦牟尼佛，对，释迦牟尼佛保送，阿弥陀佛在里面欢迎，他特殊啊。但是这个法门难信呐，相信的人他为什么会相信？我们在经前面读过，这些能相信的人听到一点怀疑都没有的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得力于过去无量诸佛的加持，佛报大，遇上了，遇上就信心相信了，一生就圆满了生到极乐世界等于大圆满。这个道理要知道，不能疏忽错过这个法门，那你叫真错了啊！你到这个时间真错了，难信，真难信。我相信这句话我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。
我26岁学佛，净土的经典读过，一学佛就读净土三经。没相信啊，没接受啊，啊，欢喜尖叫，在尖叫上下了不少功夫。我到85岁才回头啊，人老了，过去学的那么多，一点把握都没有，所以这才认真正回头归净土啊。我讲华严讲到53层，文殊普贤都是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两个菩萨是我们在学教期间最佩服最敬仰的两位菩萨，他们到最后都是念佛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我要跟进，我这个归净土怎么来的？要不是看到文殊普贤，我这个心还要下不下去啊！看到文殊普贤没话说了啊，真的归净土。这个下面还有一点都是讲风光的，意思我们看998页，意思表万法也如，表法的意思很深，于佛妙智观中习显清净本体，差别下面唯露真实，是故皆同一思。同一思实际上就是见到诸佛的法身，化身是同一体，十方30佛共同一化身，包括我们的化身、六道众生的化身，跟佛的化身是一个化身。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点也没说错，本来是佛啊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迷失了自信。怎么样恢复？持戒修定就能恢复，念佛往生也能恢复，无二无别。所以这个法门就显得特别可贵了。啊，要认真修学，理要贯通，你就深信不疑。四，自然明了，认真去念，像海鲜老和尚，他3年能见佛，我3年也能见佛。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心转念？3年必定见佛，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